阿伯，你过来。哎，爸，哎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庆祝的房东打电话来说，他两个月没缴房租了。骗不要紧了。领钱干什么？买机票，我要去看看他到底在冰箱吗？阿伟，这个坏小孩，我要告你们。佳琪，我也想当黑虎哥哥。谁是黑虎哥哥？每周一至周四晚间10点，2个爸爸。